那是快，我们唱个隐形的翅膀，送给我今天自己穿的这身衣服吧，然后也很励志哦，送给直播间的小伙伴们，希望大家就跟这个衣服设计理念一样。我不是在打广告，虽然翅膀被折断了一点点，但是也要努力飞翔。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，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，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，带我飞，飞过绝望，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，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，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，带我飞，给我希望，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，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，我终于要笑，用心凝望不害怕，哪里会有也好配，对对对，像这种卫衣呢，其实你不穿长裤子也可以，就感觉像下半身失踪一样那种，女生就是看着显腿长嘛。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，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，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，带我飞，给我希望，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，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，我终于好想把衣服缝起来，怎么办？能不能潮流一点，年轻人？这首歌好听，你知道为什么好听吗？因为加持了我，因为就是我穿的这个衣服配上这首歌，就感觉是合二为一了。这个为什么显腿长？因为就是你下面如果不穿牛仔裤的话，就是空着大露着大腿的话，就显得腿长啊。哈。就看着腿很长，我穿了牛仔裤所以看不出来，你们不用把我你们不用用我来那个做一个对比。没有意义啊。加持的出来，加持是个啥意思？整段垮掉。一米五的腿，哎呀，你怎么不相信呢？我跟你们说，怎么看着腿长？因为我的个子不高嘛，然后我一般穿的衣服呢都会显腿长的。就不知道会走光，我是说下面你要穿个短的牛仔裤啊，兄弟。你肯定下面
上去好像没有穿什么裤子，但是其实是穿了一个运动裤、短裤、超短裤在里面的，懂吗？我一般就喜欢那样穿嘛。我是不是反向打广告啊？啊，我是不是打完这个广告，你们就本来是放在购物车里准备确认订单了，然后结果就删除了，删除订单了。穿黑丝？不不，这种衣服怎么能穿丝袜？你们这个直男的眼光，我的妈哎！我居然看到一个弹幕，他说穿丝袜在里面，什么鬼啊？想都想象不出来。